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23点，成为9447点，成交金额新台币849亿。日本日经指数目前是下跌84点，来到18806点。南韩综合指数现在是下跌3点，成为2062点。中国上证指数上涨6点，成为3143点。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1点，成为9954点。香港恒生指数上涨71点，来到22970点。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现在上涨12点，成为3038点。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下午重开在31.350对一美元，台币升值8.1分。日元最新汇价，一美元兑换112.85日元，欧元兑换1.0754美元。